前列腺癌是美国男性第二常见癌症，癌症包括排尿困难、疼痛和尿血，年龄的增长也会增高罹患几率。想知道有哪些治疗方法，又该如何减轻治疗的疼痛吗？健康一加一直播间，美东时间8月4号晚上9点，邀请血液癌症肿瘤专家蒋威烈医生、放疗专家邵孟胜医生共同为您解答。新唐人大纪元脸书同步直播，欢迎拨打热线或线上提问。